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小城很神奇，有一个电影院儿，这边有一个 Home Depot，然后这边有个急救中心，那边有个健康中心，还是，它这个地势可能高一点，所以它这个晚霞还是很漂亮的。我们看看美国这边现在是上演了什么电影。